小孩很故意，你越不准，他越有兴趣。你绝对绝对不准给我从高的地方用跳的跳下去。我们就在那边聊天，我跟你讲，我朋友才把头从窗户这样伸出去，看到四个小男生在屋顶上，一个一个从屋顶上蹦跳下来，跳到那个滑水道。我女儿手上拿着蜡，你不要画墙壁哦，我一说我就想拿花就行。你买鞋店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